希望，因为咱两个人会当天长地久，为什么变成是这款呢？我以为你的强是要嫁予我，想袂到原来你是要嫁予我二皇帝。一张网煞被人拍断，我心骨嘛心痛，连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吃好。什么叫做你唔知要安怎吃好？既然知影情形不对，你当然上到金銮宝殿，将这经过当时讲予皇上了解。我相信你是皇上的大汉后生。人伫咧讲，各样大事各样重视，只要你若去争取，皇上一定会将我许配予你啊！不落用，咱毋是百姓家，咱想要安怎做？用一个上的需求，皇家事，生生计算，我努努经受。可能搁再将信息搁再收倒转来呢？今日你对我的好甲温柔，我真感谢。试探就是你我有缘的部分，咱的誓言袂当承诺成真，无法当甲你牵手到老。事实已经验明。如今你只有听我苦劝，你嫁予我二皇帝，比嫁我较硬。我二皇帝一生优秀，相拥扭扭所生的囝，甲我这个偏贵所生的后生，立场完全无共。你后尾交生嘛无一定是我想你，你若是嫁予我的皇帝时，你还会当得到富贵；若是嫁着我，赢面面比输面搁较细。你甲我的感情，就此一刀两断。我是你的大伯，你是我的弟夫，咱甲你的人格甲身份爱死我，殿下。为什么你袂做了大爹？为什么你一点仔最初的看你，你都不愿意去相处？你故乡的子。你这个想法里面太过粗俗，你都袂记嘞，因为你所有希望已经藏在你的身躯。这时阵你叫我接受事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样面对。我抱歉，变粗俗，我是要怎样让你的皇帝讲的？你将我。See ya!
搞嘛？天哪！我求你都爱有担当。我无看戏啊！你是我。哎呀！干嘛再来再生气啊？哎，说。还有这样多少放假？不是啊，不要嘛。要嘛。心又痛，我心哦，心事哦，心无心事哦。一个囡仔若生出世是阮无命，必生今天就要去告别的王世世。如果事事有道，风出狂，大事一定愈了愈大，破一定。无想了，简单放得煞，恐怕咱这人会死几款。你惊死，所以咪挥剑斩先生。你对我无情又无义，也让你看看我，我在你面头前一死了，跟你一死得了。你若死，也让你看呢，咱叫不要做伊是无解。你讲话未免太过无度，好彩你不是讲叫我来拖累你。所以身边我人硬要跟你做伙，咱十八个人都安心。虽然心中我要做我了台，你不能走进我这伤心的面。好，我人认应该，就爱有金甲头，我就马上带你离开咱家。希望大风兄你会当早一日看到你心爱的人上身。